你没事吧？没喝多吧？明天想说什么？干什么？吃饭了。今天吃面条。今天没买菜。不用看，都一样。我都看到了，还想骗我？快去帮我搞一个豆腐乳过来，快去啊！有人。贱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没事吧？没喝多吧？明天想喝什么？